欢迎各位来到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的录制现场。这期的主题叫做我爱街舞，本场邀请了四位街舞能力者和四位街舞爱好者和大家共同完成作品。别那么紧张，没关系，真的就重在参与嘛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竞技体育没有就是参与的事儿，没有个胜负欲我来干什么？整体的编排很有起伏，就会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晰，然后知道你们在跳什么，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无懈可击。彭元浩真的好，他会想整个画面，整个故事很丰富，就不会让你无聊在看的当中，一直在改变。这一组的编舞师真的还是很厉害的，每一个人的优点发挥到极致，能把这种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做成一个作品，运用的还是挺巧妙的。如果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， 就再来一点尖叫声吧！哇，真热闹啊！找回了青春的感觉，回到曾经跳舞的感觉。我觉得可以多有一点这样的机会。respect， 特别开心，而且我的前辈朋友一起玩，我感觉回来家乡的感觉很温暖的样子。第一次在现场就是感受这种氛围吧，大家都太牛了。我很喜欢这个氛围，而且这么健谈这么厉害的舞者，我很过瘾。太厉害了，好喜欢。我刚刚讲，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还刚直播完90分钟，这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我走着起伏楼梯我都喘。跟跳操也有关系啊，跳了开了身子，到这儿以后唰就飞起来。东北东北话那个，波浪盖。哎，都波浪盖秃了皮了，秃波浪盖秃了皮了是吧？波浪盖了，秃了皮了。卡马裤牙子上也可以，卡马裤在牙子上。啊，对对，谢谢。你跟 Qka 是很早就认识吗？不是的，我记得我17岁的时候，每天必须得要看他的视频睡觉。然后我们一起在完成这支舞蹈的过程当中，就像让我回到了当时我最开始跳舞的样子。但其实这一次，我是戴了个帽子，因为这是我最早站在 battle 比赛上的样子，这也是我对这个舞台的尊重。真的太棒了，我相信热爱也是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的这个原因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点掌声，因为 hip hop， 因为舞蹈。说得好。我们正式开启晋级名额的最后争夺。当时我看那个分数我特别着急，但是作为队长就一定要把该拿的分拿回来，我要为团队救人，不管对到谁我都要抢。我脑子里面就是一直在排我的招，我的音乐，就我一定要拿下这局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街舞要 one more， 本周这就是街舞进入复赛第三场，主题是我爱街舞。各行各业的街舞爱好者受邀来到这街舞台，一起分享他们对街舞的热爱。杨小伟是退役军人，李博他是产业地产运营，还有8位明星朋友也加入了街舞大家庭，他们中有零基础的街舞爱好者，也有经验丰富的街舞能力者，他们将分别与这街选手合作一支作品，两两对抗，优胜组即可获得3个晋级名额。对街舞的热爱也化作嘉宾们帮舞者赢下一场的决心，有人霸总是拉票公然控分，这么严格吗？对，关系越熟其实要越就是观看作品，观看作品的话应该分高一点，如果是像刘老师这样的话，下一季可能今天就走了，不一定会再来了。有人用超高难度征服队长，他的滚不是普通滚的，是抱着大腿滚，然后另外一个腿会勾到里头然后再滚，啊，好难，你可能滚不出来。有人用无限活力带动全场，在这之前我还刚直播完90分钟。哇，这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我走着起伏楼梯我都喘。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为了把对街舞的热爱留在舞台上。差不多2年前是我第一次看中国的节目，这叫做街舞。这是我最早站在 battle 比赛上的样子，就是只是戴个帽子什么都没有。热爱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靠嘴，而是你1万次20万次你见了它你还是会心动，这个就叫做热爱。作品秀后还有前所未见的嘉宾 crew battle， 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全明星表演赛，把热爱点燃，把舞台炸裂，所有热爱街舞的人都在此刻同心同频。明晚让我们相聚这街，一起感受这份沸腾，因爱起舞。
一起火锅吧，本周走起复古 style， 看队长和众明星嘉宾一起回忆童年时光。这太 old school 了，你这个年纪应该小时候也是这些。我玩几个都玩过。果然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，大家被快乐包围着，但是一坐下来嘉宾们就开始互吐苦水，给折磨坏了在这儿。没事，我们都坚持好几年了。虽然辛苦，但收获了难得的这些体验。几位嘉宾为何会来到街舞？大家都在一起玩了哪些饭后小游戏呢？周日中午一起火锅吧，带来更多后台欢乐时光，不要错过。第九周，众舞者去凭合作艺人口头禅大爆料，还有爆笑模仿秀高能来袭。哦，这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这里可以这样做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会很诚恳，然后瞪大眼睛跟你说这个内容。本周的剧透就到这儿，以热爱为名 ，Battle for Hope， 周六晚这就是街舞，千万不能错过哦。好，站好。Yes. Nice. 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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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7 and 8, 1, nice. Here. I leave my body this way. Down. Yes. Yep. And in. Yep.Okay, clap.